你怎么打人啊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老婆在刚下飞机，时差没倒回来，她脑子可能有些乱。你脑子才有问题呢！我这人还在德国呢，绯闻就已经传过来了。郑琪，你要是有别人了，你就直说。你知不知道追我的人能把你家踏平了？你竟然还在外面胡搞！ 真漂亮，小林，谢谢你啊！你身材跟我未婚妻身材差不多，她这会儿正在德国拍片，但是他们要是样衣，所以只能临时找你来帮忙了。嗨，这有什么的呀？我一个新人之前给你们添了那么多麻烦，以后再有这种小事儿，随时吩咐我啊！好，小林，以后你就跟他们一样，叫我齐哥。嗯，齐哥。妥，咱们再试最后一套红色的就行了啊！咱得赶紧走，要不然你英姐又该发飙了。 哦，我还没见过英姐发脾气呢。那是啊，英姐多喜欢你呀、啊，就樊总偶尔不靠谱的时候，英姐都敢对她吼。反正你就慢慢看吧。嗯，是那个红的，来。小姐，小姐，谁是林子瑜？小姐，谁是林子瑜？思思，你怎么来了？春秋出事了吗？你跟我说吧，我去负责任。 谁是林子瑜？站出来，敢做就敢当！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林子瑜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！你怎么打人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老婆在刚下飞机，时差没倒回来，她脑子可能有些乱。你脑子才有问题呢！我这人还在德国呢，绯闻就已经传过来了。 郑琪，你要是有别人了，你就直说。你知不知道追我的人能把你家踏平了？你竟然还在外面胡搞！你瞎说什么呢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我给你看，我这微信里早就有人跟我通风报信了，说你跟这个林子瑜早就同居了。你先别激动啊，郑琪什么人我知道。你这样，我看看谁造的谣。 我连你哪只眼睛看见郑琪和林子瑜同居了？我听他说的。是他说的。我听他说的。他说的。我听他说的。那天我看到郑琪和林子瑜在试婚纱，谁知道就传成这样了。对不起，林子瑜，非常抱歉。 对不起，阿姨也不是故意的，他们都那么说。子瑜，到我这儿就不应该继续再往下传了，都怪我嘴快。我没事，月英姐，你们去忙吧。我说了，我不怪你们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？
对不起啊，这事是我错了。樊总，你是不是跟我有仇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是太在意你。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，不知人间疾苦的天之骄子，永远只顾自己痛快，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。你是不是觉得太阳都是围着你转的？ 上次奚梦瑶的事儿，这次吴中生有的事儿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打个巴掌给个甜头，打个巴掌给个甜枣，你有没有把我当做跟你同等的人在对待啊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再优秀我都不会有一点点羡慕。我真的是太蠢了，我还觉得说不定有什么隐情呢。在我知道你为了上位不惜牺牲掉自己师傅的时候，我就该离你远一点。 对不起，这事儿是我错了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我不会再相信你。